晚上好，晚上好。哎呦，真的是紧赶慢赶。晚上好。哇，我饭吃过了，饭是有吃过，但是碗是碗了。我本来是8点钟就要走了的，哎呀，老板娘又硬拉了一个客户，他跟我说他要做单，那个客户说是要做单色，我说那个别人做不行吗？他那店里面明明就有人值夜班的，知道不？他那店里明明就有人值夜班的，就非拉着我让我给他做，做一个极致的单色，300多块钱，他也愿意做。无语，对啊，我本来是想说报价贵一点，然后赶紧说不做了，我赶紧溜。妈呀，报的时候他居然还做。晚上好。什么卖4件套，做启动资金，就服了你们了。都为什么到现在我都已经去干美甲了，还在惦记那4件套？是不是？我都去干美甲了，都要正经美甲师，怎么到现在把那个，对啊，现在那个4件套还是念念不忘，集管齐下，哎，累死我算了，真的是给人家搓脚的腰都抬不起来了。你跟他们讲那个大战蘑菇的事情啊？还没有。你现在吃饭吗？我要吃双拼的。嗯，这个，饭我吃过。大战蘑菇的事情一定要讲，很好笑。今天有他们有什么档案？没有，他们在一起。不是，啊，不是大战蘑菇，只是是。怎么说呢？这个事情确实是得说一下。这小 K 不提醒我，我感觉这事我就忘了。他们也在说这个超好笑。嗯，对他们说，他们好多人在吐槽，为什么我能遇见蘑菇，为什么遇不见自家人？其实我感觉应该也有自家人的，但是，就是懒得掉马，知道吧？你懂吗？自家人要是掉马，还要我拍小照。我本来8点钟，如果说是发现是自家人过来学习，我8点钟本来我是8点钟下班的。我靠，那他是自家人，我肯定是想倾囊相授啊！我还得给他拍小照，还是白嫖的那种，还是白嫖的那种，那还得了？然后他们就说我姐，你不能只撩蘑菇，不撩橘子皮啊！我说其实我能感觉到那里面也是有橘子皮的，但只是我没有去说话而已。但是今天这个蘑菇是无意间遇见的，为什么？他是另一个老师的班的人，然后是新成员，知道吗？是新成员。那本来今天的话，我的课是还有明天，我明天要到10点才下班，12点到10点钟的班，然后我本来是在跟那个学员他们一起给客户那边做假的，后面他们那边说是有新来类型的时候，想要我过去，懂吗？想要我过去说是帮忙教下怎么就是磨假型跟那个前置处理这个事情。后面去的时候，他那个新人还分了两个地方，然后一个地方5个人，另一边的话，他们是在学那个。学假型，然后蘑菇就是我碰见蘑菇的那5个人的话，他们是在学前置。然后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呢？我是怎么知道呢？是今天过去的时候，他工具箱啊，我们那个美甲课都有工具箱的，本来是有工具箱，然后他工具箱上面贴了镜子的那个，贴了工具的那个贴图啊，知道吧？贴了镜的。哎，我想了，怎么贴了镜没贴你妈的？然后我就想了，是不是？我就试探一下是不是蘑菇。如果说是他，一般如果说是我们自家的人的话，要么就贴橘子，要么就贴蛋，
要么就橘子跟蛋，要么就你爸妈一块，我们家的是这个样子的，知道吗？那菇他们的话就是一般都是只单个，然后就有点秒 get， 然后我就突然间，然后我就摁了一下我的手机的屏保，那个屏保，因为有一张屏保，因为我跟你那个息屏的有一张是你妈的，然后那个开屏有一张是你爸的，我的背景的话是双人照，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摁了一下我手机就是你爸单人的，然后他就很激动，知道吗？他很激动，他就。就问我说是不是喜欢你爸，然后我就回他嘛，我说我喜欢他跟他老婆，然后对啊，然后就是阴转晴，知道吧？阴转晴，对，脸上阴转晴，然后就是就嘀咕说怎么会是 CP 粉，我说我不是 CP 粉，然后后面我说我不是 CP 粉，然后他就又阴转晴，懂吗？又阴转晴，然后我看到他阴转晴后，我就接了一句，我是真爱粉，我是爱情粉，知道吧？然后又瞬间又晴转阴，对吧？又晴转阴，然后后面他就嘀咕的说，怎么会是 CP 粉？然后我就说嘛，我说，我说我是 CP 粉很正常啊，我说我是我喜欢他们两个是很正常啊，然后那人家都两个都在一起了，我干嘛要做这种棒打鸳鸯的事情，我又不是他妈，然后我就来了一句，你也不是他妈呀，是吧？我就说你也不是他妈呀，然后就脸色并不是很好看，知道，脸色并不是很好看，然后后面然后我就说嘛。我就说看你也像是有非常有素养的，非常有素养的一个人，然后的话，对啊，是吧？后面我也说他不是，我是说的他，我说你又不是他妈，后面我就接了一句，我说而且人家妈妈也很满意这个儿媳妇，知道吧？我是说这个，然后后面我就说，我看你是一个非常看着你像是一个非常有素养的人，那么开朗是吧？哦，那么素养的人应该不会，我说应该是会有很高的一个道德素养了，不应该不会知三当三，我说知三当三，肖想人家的老公，我说当然了，你也不认识他是吧？我说当然了，你也不认识他，然后后面旁边的人就听到我说话嘛，然后就伸个头过来嘛，什么知三当三啊？然后我就回头跟着别人说，我说某某某某，我说某某某是我在夸某某某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素养的人，不会智商单，不会他告诉我说，我说某某某，我觉得他的素养很好，他在告诉我他不会智商单，是一个很尊重爱情的人。然后后面啊，那个就是别的人就一脸莫名其妙，但是并不影响人家鼓掌，然后几个就七八个人在那鼓掌，啪啪啪的，就是。对，然后我看到他就是不上不下的，然后我就很满意的去茶水间了。对，就很满意去茶水间了。然后回来了以后，就是啊，我也不会因为他是啊，他是蘑菇这件事情，就是又怎样穿小鞋这种类型也不会啊。那妈的忙死了，谁有空理他呀？是不是该教的也教啊？这有啥？这叫？这哪叫大战啊？是不是？不是你每一句话都刀他心啊！从一开始，什么我是他爸的爱情粉，然后这到后面你又不认识他，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你不能知三当三，人家戳心了好吗？怎么又不是我赚他钱，是老板娘赚他钱？真的是单方面碾压，你看他每一个都不能反驳你，他确实不认识，对吧？也不能知三当三，他是学生，他要是客户我才懒得理嘞。你见过这年头有人把钱往外推的呀？妈呀！哪天如果说是我要修个手，我碰到是蘑菇，我还给他画一个蘑菇，你信不？只要他掏钱，妈呀，又不跟我掏钱是吧？掏的钱又不是给我。那我管你啊，你是学员，而且我跟你说，如果说他已经是学到了那种水晶雕花
那种可他可以一气之下直接走的那种，但是他才开始学前置，那你又交了学费，还跟人家老板娘那边签了合同，那你不来的时候老板娘又不给你退学费啊，是不是？是吧？你去交了学费，你跟老板娘那边签了合同，说是你中途退学的话，人家不会退你学费，这件事情是签了合同的，那你才学到前置处理这里，那你才入门了是吧？你才入门，那你走的话，你的钱白交，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又不是我掏钱。不是，我能感觉得到，我们那里也有我们家的人的，但是就这种掉马的事情还是别干了啦。那听不出，过两天会有人来跟你认亲了。不啊，到时候听，反正听不出我口音，我也没办法呀，是吧？你们也知道我普通话跟白话说白话的时候是两回事的，知道吧？对，说粤语跟说普通话是两回事。嗯，我觉得你这8000个粉丝里面，可能一成都没有你在你们那儿的，应该没有，我们直播间应该没有。嗯，所以我们这儿应该没啥。对，我是能感觉到有的，但是一般我不会认，不会去认同单。那为什么？因为会自己人的时候就很尴尬，你知道吗？自己人很尴尬，就你就是如果说是发现是自己人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就是多交点好，交好点，然后多收，就是做好一点手艺，回去开店的时候能多赚点钱，是不是？你就想很多，然后你就想着开小灶。我靠，我本来我26都已经上12点到10点的班了，回来都已经很晚，我一上午还要赶回来直播，是吧？哦，我再给他开小灶，哇，时间都没啦，是吧？时间都没了，所以我还是不要认亲了。而且我万一我被绑架了怎么办？是不是？我被他绑架怎么办？拿刀放在我脖子上面，阿姐。把那两梯交出来，我靠，我给还是不给呀、啊？不行，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到外人。对啊，就刀直接架，对，刀直接架我脖子上。阿姐，你还是破产吗？我这怎么说嘛？我怎么办嘛？对啊，就直接威胁我破产。那得先让他交出来。他要是能把你交出来，我也是同意的。哇，你。哎，这样的话我就去给他送刀，可以，这样我们一起分。我靠，我说话期间一纸钱够送这么多礼物吗？我今天的收入又超10块钱了，感谢老板，谢谢。是别人送的吧？一纸乾坤了啦，现在他榜一了。哦，好吧。今天咱们小咸蛋没来，咱们小咸蛋来的话，又要跟一指乾坤一拼高下了。他，你看，让等等，哎，不是，我跟你们说个，你怎么能给外人？我们都没见过，这我们必须先到先得啊！这不能给外人看。不是，我跟你们给你们看个图，真的很好笑，我都没见过，就是刀坏了就刀坏了就坏了就。为什么去买个刀然后都要买那么多花样呢？我给你们看个东西，真的是服气了，真的是。对，我给你们看个东西，我真的是立马。对，救急无敌的无语。等一下啊，我那个我贴在桌面上面给你们看。就是他还给你看哦。对，我觉得真的有必要有给你们看一下，我也是服了。就以后你要是贴菜或者是干嘛的，你对这要是以后切菜怎么办啊？真的，你看这个是女人能拿的吗？啊，对，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女人能拿的吗？商务什么商务啊？对啊，商务是什么商务？真的是，对啊，菜刀，你们曾老师的，对啊，青龙偃，对啊，青龙偃月刀，对，青龙偃月刀，能啊，劈得很犀利啊，但是这种刀一看就是给男人看，男人的呀，那这个刀柄那么长，女孩子切个菜，估计都切疯。不是，他应该也是想告诉我说，应该也是想告诉我说，勇敢活了，他来了。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个什么，这是什么，你要他做了个什么菜啊，也并不是很懂他真的，但是做的那天我加班呀，不是这个年版现我们广东都用这种啊，我们两广都用这种啊，我们家的很少用那种用那种什么那种塑料的那种别的，一般不用那种。哎，不是啊，这个盐焗鸡啊，切完了以后炒一下很好吃的。什么？不是，是他回来的时候，他回来买的。我不知道，反正他很嗨，他很嗨，反正就左右也不是我搞的，真的我服了。铝合金呐、啊，哪来的塑料的？要是塑料的话，这个根本就不受力的，好不好 ？K K 哦，嗯，就是这种刀，要是塑料的，它不受力的，铝合金呐、啊。嗯，他们说那个蘑菇在那个德佑的下面团建。哪个德佑啊？是一个湿厕纸的牌子。你爸要大爷吗？嗯，我爸，嗯。没用过湿厕纸。真的，对，我刚刚不想说，我从来没有用过湿厕纸是什么东西，好像就觉得怪怪，他不需要这个。总觉得怪怪的，你懂吗？嗯，就是用来擦厨房还好。哦，可以做那个厨房用纸吧？可以吗？应该可以吧？湿醋应该。但是它会不会太湿啊？因为就是湿厕纸嘛。它如果没事，到时候买回来的时候擦一下厕所看看，擦一下厨房看看，灶台这些东西。哦、现在是苏醒，可能苏醒马上结束了。不是啊，你怎么会有人用那个擦屁屁的用来擦脸啊？你想多了吧？苏醒你就用啊，嗯，擦屁屁就擦屁屁啦，不要擦脸啦，擦屁屁或者是擦个什么柜子什么的桌子。我记得那个苏醒说过，是说都能擦干净屁屁了，那擦脸更不在话下，都直接用来擦脸了。嗯，别了吧。不是，这个是我看那个快乐大厨房的时候看到的，我也不想记起来的。我知道，我是说他说这个，但是我不想尝试啊，我还是、嗯、他还是擦屁屁好吧。我还是觉得也是还是擦屁屁，也真的是。他说擦厨房看吧，我还是习惯干厕纸。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湿厕纸啊，反正它是应该是这个牌子，但是它有别的话也有可能。对，我把反正是这个牌子，我把我的青龙月眼刀给删了先。等一下，我还要固定一个东西，一定要挂在直播间这里。我以后真的懒了。反正那个蘑菇那边他去团建，肯定是因为那个呀，就是那个粉丝台呀，肯定是抢先台用嘛。这个桌面这个放不了动图吗？哎，反正就是这个牌子，然后你如果看看它是不是这个吧，如果不是的话，就可能别的产品有可能，反正就是这个牌子呗。这个牌子应该没有洗发水吧？如果没有洗发水的话，我就可以买新的洗发水了。哎呦！什么湿厕纸为什么还有先干后湿啊？是什么意思啊？哎，你们懂不懂的？怎样？你们懂不懂的那个直播机这里怎么放？怎么添加那个动图啊？不知道，没用过。还能放动图吗？不知道哎。是啊，好像没有洗发水啊，好像就是这个牌子啊，这个
有吗？不知道呀。等一下，我去百度一下，看一下怎么放的试试。我一定要把那个浪浪丁的给放上去。嗯，你看，昨天蘑菇不是又买水嘛、嗯？然后他们买完水以后，自己投稿给自家的营销号说龚俊前排前三十都是蘑菇，就很好笑，你知道吗？他投稿自己的前排，就自家营销号说龚俊的微博前排都是唯粉，然后那个截图还是自己给自己点赞，你知道吗？然后投上，然后给自家营销号投上去，然后说，然后营销号写一个括号投稿，然后一堆乱七八糟的去画，然后还截那个截图还是自己点赞自己，然后去截图的，真的很好笑。然后他们昨天那个牌子排的嘞，就是绝了，他那一场是那么几个字啊，前三十都他们了，结果一个晚上都没排好，从下午咱爸卡点以后，他们就排到晚上都没排出来，嗯，就那一排字都没排出来啊，明明前三十都是他们家，结果就这么几个字都排不出来，太好笑了，而且他那个台词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这个字。主要是他们排完以后，刚排两个字就被灌水灌掉，刚排两个字又被灌水灌掉，就他们就会乱嘛。然后他们又不是那种就是一直盯着的，然后就也不是那种很团结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换字就会有重叠，然后他们就没排上。哦，我看到了那个 APP， 那个什么语聊房。竖屏开播后开启语聊房，就是说用手机播才能用啊？啥玩意儿？阿 B 那里好像可以，多人连麦，可以多人聊连麦的，对。可是那个好像是就是几个人上麦就几个人聊，不能旁听嘛？还不能旁听啊？那有个鬼用啊？那不就是自己聊天吗？那还不如我们直接的，我们腾讯会议的，只是无论。对呀、啊，不急丢啊。那就几个，就是意思说要，就是让想让大家听到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要大家全部都进去吗？嗯，真的是这好说。他那个语聊房应该也是有那个可以旁听，他们可以旁听的。下次试试，下次试试吧。啊、哦，我毕竟还是用直播间，不然直播回放都没了。嗯，哎呀，那就太好了。怎么加动？昨天咱爸。这个卡点我宣布他是卡上的，他肯定是想卡点啊，晚赞卡，但是就是我昨天看到 ins 更新的时候是1711嘛，1710其实，然后不是后面有橘子去看了代码嘛，他是、嗯、他上传是1710点，然后40多分40多秒，嗯，1710，他肯定是卡点，但是这个说实话，咱中国这么大，说不定咱们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它也是有时差呀，对吧？嗯，毕竟泰国过来差那么一个小时，对，样我来了，再加上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梯子小课堂直播带货的直播间，除了进。对、嗯，但是在他心里面就是511。17:10:46还是49:46这样。嗯，关键是他昨天对吧，在我们欢庆他俩相遇第999天的时候，他出来秀，在17:00的时候来卡个点，而且连卡这么多次，对吧？嗯，这微博卡1702，然后。ins 1710对吧？520511，小红书是20，两只。要不是他过去这两年这些骚操作，说实话咱们也是磕不下去。但是由不得咱不磕呀，这老爷子对数字实在是，嗯。我就问他为什么要在第99天的下午17:00上来发条微博，对吧？他可以在18:00发，可以在14:00发，可以在15:00发，为什么他在17:00发呢？对不对？1702不就是520吗？咱老爷子这些数字啊，排列组合什么顺序你们自由心证，但是他就负责把数字给你展现出来。
选项那可多了去了。反正还是那句话，他想不卡，他想在16点发，想在15点发，想在14点发都可以。能、嗯。但他就在17点发，对吧？那我就磕。阿姐，你这多了好多金花呀！啊，好多好多金花花呀！我们确实啊，前段时间都已经好多人在上17级了呀。哎呀，我得打个字儿，否则我的牌子都不升级，对不对？就是他想磕其他点，我觉得都可以，他就磕个17点，那我们不就磕的就是17点嘛，对不对？那全天就那么两个时间的嘛。说实在的，我到现在，我们家到现在我只记得511跟1129这两个纪念日，我有就是你爸妈生日，我剩下的所有的日子我都不知道。不是日子，然后他比方说他卡1655，你知道是什么吧？他肯定不知道的。阿姐知道吗？1655，16:55。盲区，那还是511表吗？就是那个位置还是511。我说是表吗？对。哦，好骚啊！转一圈还是511。1640呢？是511加1129。1640我知道。对，原来还有加法呢。不是，我是说我们家的纪念日。我是说我们家纪念日。啊、嗯哦，纪念日啊。啊、哦，我不太懂这。以前每个月的五号，就是25号、15号那一天的，那个那一天的11点就悬了，11:29就悬了。怎么办？5分钟，我觉得我要分分钟被抬了。我问个你们回我一下啊，南京一夜是几月几号啊？我哪知道？11月31号。是吗？啊，你们知道吗？南京一夜是几号啊？3月27啊？11月29号。啊、什么？11月29号。11月29。十月三十一，对，二公主说了31。为什么你们会记得那么清楚啊？还除了南京一还有什么？还424，还有424吗？528。之前不是一直老是问你吗？什么424？我记得是 Tom Ford 啊。对呀、啊，就 Tom Ford 有什么？有我就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他们老是在网传4月24号发生了很多事儿、嗯，但实际上我这知道的时候是4月23号。就是他去拍那个水星家访，然后被人家看了一身草莓印儿，这是我这边的糖、嗯、啊，这个是我也是从我这不是不是是我你们磕4月23很正常啊，为什么4月23晚上的时候就是你妈包机回来的呀，就是为了见他一面、嗯、就包机回来的，包机回来以后哇就疯狂的夜嘛，然后充电嘛。就充电嘛、嗯、那这个对啊，就只有4月23我觉得你能稍稍留意一点呢、啊。24那天他们一起去参加活动吗？还是23那天参加的活动啊？24参加的活动啊，那就那天去参加活动，就是怎么说呢，网传是说24号他们好像就是没议定监护。哎，对的对的，就是公布了点什么东西在没。没有吧，就那一天我跟你说，就是一般如果说是参加这种，如果说是夫妻的话，可能两个人会提着香槟一起过去认识人什么类型的，他们两个堪比夫妻，就是都是一起的去认识人，也是一起的，然后你然后你妈去直播间了以后的话，你爸被人家叫走，后面就是也不知道，就是很快就对，你们懂的，你们两个看他们两个直播的样子就知道谁在了。嗯，对啊，就是前后脚交叉的那种，然后播完了以后就也哎，主要是那一天我就感觉所有东西都挺透明的呀，这有什么好磕？议定监护这种东西，虽然说对啊，是我没有怎么。听说我没有怎么听说，有，也有可能是有的，有真的是应该是有，不然的话好像是北京的时候签手术的时候你爸签的字，那如果说能签字的话那应该是有的，但是什么时候我确实是不太知道。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的时候说你妈动手术的时候并不是你老签的字啊，并不是你老签的字，你问我他们有没有议定监护，我是不知道他们动手术这个好像。谁都能签吧，没有，我感觉对呀、啊，对呀、啊，我
不是你们有没有人在医院做医生的？我这个实在不知道啊。这个一定要亲属签字吗？我不是很明白。要看你手术的就是严不严重，就是那种小手术的话都不用签字的。我听说他们两个人把资产理了一下，也没有哎，只是说那个时候说是要在上海这边买婚房，上海这边买婚房，但是你爸没有资格买。没有啊，我亲妈做手术的时候我就没签字啊，就很小的小手术他都不需要签字啊。对，就我就本人签也可以的，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病要看你做什么手术。对对，这个我是觉得，如果说是要这种，而且如果说是那种急诊型，就是急救型的话，一般你医院都是先救人，后面家属来的时候再补手续，这种正常的。难不成人家都马上去抢救，分分秒秒都是命的问题，还要等你家属签字以后我才去抢救啊？等你家属来的时候人都挂了是吧？所以就是他是那种大的手术可能会需要，他那个应该还行。但是说实在的，在一个你在被手术就是动手术的那一个人，他还在一个清醒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他完全可以代替自己签字啊，就是我这个人很清醒，然后我知道我下面要做什么手术什么类型，我这个人在很清醒的一个情况下面，我是可以替我自己签字的。嗯，对啊，我是可以替我自己反正就是这个姐姐说的，就肉肉脸这个姐姐说的，她说反正吧，同事应该是不行啊，对，同事不行，对，那至少得是朋友关系才可以，对吧？同事是不是行不行？这个也确实不知道，但是确实动手术的时候是你爸签的，那有没有这个意向协议，我是真不知道，然后。而且你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就一把敲定说真的有了，为什么？因为动手术这个事情它可能性的东西很多，知道吧？所以你稍稍你严谨一点哦，我也不拍板这种东西好吗？因为不严谨可以哦，是吧？那不严谨的东西我关键是那个时间段，对吧？他休息了一整个月，对吧？作为一个上升期的男艺人，他休息了一整个月。哎，那个时候不是都在骂我吗？懂了。对啊，那个时候还我是觉得是很有可能的。那个时候动手术，你爸就连着休一个月，这一个月，然后那不是一群人在骂我说我在乱造谣嘛？我说那你问你爸去为什么要休息一个月啊？你问我，真的是吧？嗯，对啊，他那个时候休息这么长时间，休息了一整个月啊，一整个月都没出现哦。我那个时候说他动手术这件事情，然后他跟着就休了这么久，难不成我还能提前预知他要休这么久啊？真的是，那个时候我不是被骂嘛，我不是没被骂的很惨吗？那你爸就休息了一个月，那你去问他呀，他妈的工具，你为什么要休息一个月？跟我有个屁关系啊！我说了以后，那你爸就休息了，那你又说，哎呀，你现在不是在蹭我爸的行程什么类型吗？只休我就说了，是不是？他刚开始休我就说了，那他后面就休一个月我还知道的呀，那你还不如说我是你爸妈哦，说我是你奶哦，是吧？那你信不信工具他妈都没那么清楚，嗯，是吧？你看你爸一个这个人真的很孝顺，放假只要放一个星期或者是那种长一点的，他一定会回四川的，对不对？一定会回成都的，他又会回成都的，那为什么放了一个多月回都没回去过呢？真的是啊，那你现在不是说毕竟你这岁岁我爸帮你捶什么东西吗？哎，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对啊，就是说就说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真的，我是在五月份的时候，比前段时间看手机的那个事情还骂我骂了很多了，然后一直在骂我们上麦的姐妹说上麦的姐妹是傻逼，我有时候我真的很生气，这个点就是这个了。懂不？我们5月8的时候，陪你在的哦，五分钟不在。对，人家上班的时候，人家说归说，人家说人家的，跟你有什么关系？还骂人家傻，真的是。那你是没有渠道吗？你不就是因为你没渠道吗？你在羡慕嫉妒恨什么？那个时候他们还在我们大家还在抢上麦，也就不到一个钟的一个时间，才上麦了多少个啊？是不是？好像才40分钟。才40分钟，后面一堆人还在抢麦呢，那实在是没时间了，实在是没时间了。后面大家就唱歌去了，对啊，那人家上来说人家你是抢不到，你是抢不到你，所以你在嫉妒羡慕什么？是不？我总觉得那些人在嫉妒你们上麦了。
真的，我就觉得他们超嫉妒的，哎、是不咯？好嫉妒的，我们上班不就就是说了一点颜色话题吗？有的没的，对你们这帮人说到阿姐的这个都接不出话来了。哎，你们今天你们俩有没有给他们讲咱俩换头像的事儿？啊，还没说呢。我的神来！我到现在还对你说是有没有当，我还是有的啊。我不知道这头像是什么时候换的，但是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多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怎么聊过天，然后人家的聊天框是压在下面去的，然后五分钟突然间发烧，对，不是那个火烧呢，是马叉虫的烧。他哪天他突然发烧，发个消息问我，他说阿姐，找你。就是找你问个事儿，然后后面括号我不是借钱，我跟你讲哦，如果说是他来个债吗那种那类型哦，我真的我跟你说我都不想回，为什么？我是怕他跟我借钱的。后面他还好，很贴心的在后面括号不是借钱，我才回他，不然我真的不理他。我说干嘛？他说我爸更新头像的时候的话，你能不能帮我拿一下图？其实我感觉五分钟的那个第六感不差、欸，因为他觉得那个就是那个这个玫瑰花的那个头像，他不会用很久啊。我是真的没有留意这个，我是只觉得你们是真的很懂他，我不懂他、欸。我感觉我对他的一个就是拿捏度没像你们拿捏的这么清楚。然后他问我，他说去换了以后你跟我说一下。我那个时候忙死了，你知道吗？我这忙死了。哎呀，这个死女人，你老是在震我手机。然后后面我就实在不行了，我说行吧，我就去看一下。然后我就搜了他的那个聊天框，一点啊，头像真他妈换了。我说真的是神来一笔的，他不说我真的跟我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后面我点进去是真换了。我也要点进他头像后保存呐、啊，也要时间呐、啊。关键是我那个时候有客人呐、啊，哦，那我就等了，快点。两三分钟都没有，这个死女人又发了，连续发四五条过来震我的手机。我说他妈包括我轮就赶不上你这吹的速度啊，真的是。后面我给他找了，然后我就发过去给他了。哎，我突然看了一下，就是我觉得这头像不太对啊，怎么感觉只有一半，你知道吗？就只有一半，总感觉有点不太对。然后后面就是对我去看了另一个的。果然也变了，而且很骚包的，就是一个人的尺寸小一点，一个人的尺寸大一点。这你都发现，我怎么没发现？清晰度不一样，知道不？太慢了。我来讲，我问他，我说换没换？他说靠，换了，两人都换了。我本来其实我挺卑微的，我心说跟阿爸同步就行了，这事儿。对吧，也不可说。而他说你要你妈的还是你要你爸的，我连脑子都没走，说妈，我要妈，我要跟妈咪同步。然后他就说，哎呦，我现在有点忙啊，这能怎么等，这家伙这能怎么等。我就赶紧说不行，我等不了，快，我就不停地催他啊。对啊，一直抖人家的手机，烦死。然后他就把两个都发出来了，他发出来了以后，他给我以后，他还把另外一个说，哎，你把这个给小 K 发过去，你让他跟你那个组 CP 啊。然后对对，组了以后我自己疯了。对，阿姐就给自己打开了罪恶之门。我们不是有个小群吗？那群里面有我们俩还有饺子阿姐四个人，然后我和小 K 就换上了爸妈的头像。对，我就疯了，捡手机，我说俊俊，你什么时候回来。然后不是，我还得特地去看一下头像谁是谁。那个微信里面那个名字真的很小字，很小字，那个颜色跟他都有点淡，我还要看一下是黄衣服还是蓝衣服，好烦哦。阿姐发动态了呀，好烦了这帮人。图扔出来了，对，好烦了这帮人。就是信，不是我们群里面那个敏敏真的很敏感，就是他们两个刚换头像，他就留意到了。嗯，他截图出来，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俩就捡手机，阿姐就不说话了。对，他们老问我说，哎，我换的吗？我说我哪知道。然后小 K 说，哈哈，应该周五吧。对，这两个神经病。我在群里说话开始不用标点符号，阿姐就不理我。对，就是那个
那个拿着那个银杏叶子的是妈咪，拿着枫叶的是爸比。我还把吴春周姐的那个这个备注备注改成了汉汉，然后加了个红心，然后我们俩在那边玩捡手机。对，微信头像。就我是怎么回事，我就是直觉觉得就是那个简笔的那个玫瑰它不会用很久，但是我也没想到这两个这么骚，阿姐他们是情人节那天换的哈。应该是吧，那不然的话这么骚包的换这种东西干嘛，而且前后脚也没有差很远啊。对，也是前后脚的问题啊。很强大。KK 就在想这个是我们家产出大大的，他就去找，后来他伙同二公主把这个产出大大给找出来。你们知道吗宝贝们，就是他们两个这个头像实际上都有自己的女性 CP， 就这两个都是女性头像。人家是工业情侣和银杏情侣。对，有吗？你们为什么没人发图给我，你们怎么回事？我给你们发，我有，真的绝了。发群里面让我看一眼呐、啊！群里面给你发了，你自己没看、啊，就是你这不客气吧你？就发动态给他们看，真的。你发哪个群啊？妈呀，你不知道我忙吗？就我们这个小群啊，我都发了呀。等一下我现在爬一下楼。嗯、不是，他们两个换头像以后，我们那个群不说话的，然后他们两个换了头像以后，一天到晚在那里骚，真的是。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继续说，你继续说。然后那个二公主就长出来，我的妈呀，这两个B男童不但换了就是男的头像，而且拆了两对 CP， 就是他们俩的头像其实都有自己的女性 CP。服气。嗯，然后他们就把这两个男头像摘出来了，而且还是那种就是 CP 像，哎，面对面的那种。不是那个词好骚啊，哦，你看那个枫叶情侣还是银杏情侣，然后秋风会将思念写满每一片落叶，就是啊，对吧？他的、嗯、他这个画手的寓意就是这个样子呀，对吧？秋风会把思念飘向每一片落叶，对吧？对，他是、嗯、对秋风会将思念写满每一片落叶，我都服了。哦妈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冒心了。发了动态，你们可以去看了。枫叶是咱爸，然后还是去年10月24号画的。对，人家画手是去年10月24号画的，然后那大半留到了今天，大半年的东西为什么我？哦，我留意到一个好无语的一个细节，你们看到没有？我看到一个超无语的一个细节，我记得那个男生拿的一个。银杏的那个，这个是银杏嘛？哦，他那个大图，他那个大图貌似不是那个方向的，只有那个只有那一张，对，只有那一张，就是秋风会将思念写满每一片落叶的上下那个，你看 KK 啊，你看那个上下图，就是有情侣的那个嘛，嗯、有情侣的那个。嗯，他好像是发现大图没有，就是说没有那个男生就是对着那个拿枫叶的那个哦，然后特地去截的，难怪那个拿银杏叶的那个就是你妈的那个头像会小很多，原来是他截的这里的，他是截这里的，发现没有？对的，他是截这里的，就是他没有圆，他不是用那个圆，没圆图，非要跟他相对，所以他有一个小的。啊、对，如果说是用原图的话，就是两个人都是一个方向，他就不是面对面。然后，但是他有一张那个，有一张他是跟那个情侣是背对背的，然后有一张是面向他那个男孩子的。所以的话，他发现没有那个对象了，然后他就去截了那个风拿银杏叶的那一个，然后把小的那个给你妈了，他自己拿那个枫叶的那一个。我靠，这个恋爱我不会谈，谢谢。对，而且我在群里面跟阿姐说话就是喊白老师，白老师辛苦了。你现在已经坏的我不想看群了，你一天到晚的真的是，你坏就算了，你把饺子跟那个小 K 带成什么样子了？发现那个上面的是对着的，他只有微博上发那个是，就是阿姐说的是反方向的。对，小红书那个里面是吧？我不知道，我看到的，我去的是去微博搜的，我在看那个微博的，啊，就是他对他那个大图，你发现没 ？K 哦，他大图是没有，
他的大图是没有面对面的，就是、他这两个男孩子的没有面对面，都是同一个角度的，同一个角度冲着女生的，冲着女生的。但是如果说是两个，你要两张都是原图的大图的话，这两个男生不是面对面，知道吗？只有那一张说是合并在一起的大，合并在一起的图里面的话，那个拿银杏叶的男孩子才是跟那个拿枫叶的男孩子是面对面的，懂吗？这个恋爱你们谁都没研究会谈，好吧？哎，很镜像，这是符。等一下，等一下，我把这张图放在桌面上跟你们分析，好吧？对，我把这张图发那个发桌上给你们分析，免得一会儿又在那里说，哎，你说什么我都，太懂你们了，怎么办呢？这个画手他以前画我们家领的时候一直画，后来都不怎么画了。我是说他下山不用去关注他了。我不知道，我那个IP 我就不列出来了哈。这个对对对，这个什么的。然后你们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就是他因为那个太太他是这几张图，这四张图他都有单独发原图的哦。单独发头像原图的，然后这个拿银杏叶的这个黄色衣服穿浅黄色衣服的这个男孩子的原图画是跟这个拿枫叶图的这个男孩子是一个方向的。如果说是他拿原图画，这两个男孩子就没有办法面对面，明白吧？他就没有办法面对面，这两个他就没办法面对面。所以的话，他这个头像，你们就想想看，这个拿银杏叶的这个头像为什么会小呢？是他在这里直接截了。直接截了这两个女孩子的头像，直接不要了，直接截了，截了下来的。对，然后他就是这两个就是面对面的了。我不懂恋爱，谢谢。对，我不懂恋爱，谢谢。哎呀，仔仔，仔仔怎么啦？仔仔，仔仔，仔仔闹别扭了。干嘛？谁？敏敏，敏仔，敏敏干嘛？闹脾气了。我干什么？我那天不是在夸他是人才了吗？为什么？不是的，他当时其实他是第一个发现我换头像。对，他是第一个啊。对，我还艾特他，我说都是人才了。对，我还艾特他说都是人才。好玩，他发现我换头像之后呢，他也不说话，他就把我们俩头像截到一块儿，在私聊里面问，给我打了个问号。我说，你还挺机灵，没错，就是你猜的。然后崽子给我打了一堆字儿，妈了个爸爸的，然后他就不理我了。我就说是人才了，这大家都没有留意过，因为咱俩是飞机，然后被你横插一脚。崽崽崽。真的，我是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而且说实在的，我只提供后面这些东西都是小 K 跟二公主他们自己找的，跟我没关系哈。这种产出我不包揽哈，好不好？这种恋爱也不是我会谈的，谢谢。但跟我没有关系，这个大就是我只知道图，但是谁的我也不知道，毕竟是不是我们家太太或者什么的，我们家产出我也没认识几个。我都不清楚是谁，然后他们去找我聊，关键是聊天记录我都没有看，刚才不提醒我还真不知道。我其实我那个谁 KK 还说那哎呀把这个图发到群里，我说嗨，我的兴趣其实都不是在那个头像同步，我就觉得逗阿姐特别好玩，因为阿姐真的会颤抖。我烦了，他们两个已经逼着我我不看群了，真的。哎呀，太好玩了。哇，敏敏，你还特地因为这个事情还换了个绿色头像吗？你被谁绿了？你的 CP 是谁？小 K 也绿。哦，他的 CP 是绿，是敏敏啊！敏敏，你怎么办哦？就是因为一张图片而已 ，KK 把你给甩了。你看饺子在这件事情上就特别会找定位，他还问阿姐，特别认真说呢。那小助理用的是什么头像？要不我来同步一下。到在这个群里面，我也不知道用什么呢。阿姐说，人家用的是自拍。哦，小 K 真的是不是啊？饺子真的，饺子说，那我用绿豆汤的总行了吧？
我说要不你放你自拍上去吧，他都是自拍。我说这跟我没关系，后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跟我没关系，什么绿帽啊什么东西的跟我都没太大关系，因为我只是发了两张图而已，他们去扒二公主他们干的这些事情跟我都没关系啊。其实百度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很快就搜到了。不知道你们真的很有时间，我没空。这个太太就是我说一下，就是他之前领的时候，三月份那会儿，2021年三月份，他一直画我们家的那些简笔画，然后后来他就是领过了之后画了一点点爸妈，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画过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不用去打扰他了，看到这个图就行了。那好多人去打扰你干嘛？对对，去打扰你要干嘛？咱家老爷子那500K、500G 的冲浪速度，他自然能找到他喜欢的图嘛。那找他喜欢的就行了。哎，你们真的喜欢的话，你们自己画也行啊，不要。我们还分析过，就说如果这次他想就不要去打扰别人了。新皮头又找咱家白老师问那个姐，我想换一对儿。咱家阿姐再把橡皮老师那一对给他扔过去，那场面应该很难收拾，所以阿爸就自己去找。不是，主要是也不会问啊，主要也不会问我这种啊。嗯，他妈就真好，那是人家真好，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恋爱又不是我们会谈啊，说的好像你会谈的一样。你要是像工具会他们这么会谈恋爱的话，你至于寡到现在啊？谁说不是？我应该把小 K 和五分钟姐的备注都换了，我现在就去换，真的是绝了！别！那我跟你讲，公主，我不知道你本性就是这个鬼样啊，还是说从入群跟五分钟他们混了以后的话，你已经，我感觉你现在跟我们好同步。你不要什么都往我头上扣，这些孩子自学成才，跟我有什么关系？是吧？哎，你们发现没有？很安静的。哎，说实在的，我们大公主还在群里面吗？在，刚才在呢，看见了。不是，我们大公主有没有在那个弹幕这里？大公主，你出来一下，你怎么回事？你让二公主已经混到了，就是现在已经就是腿毛跟正主失联的这种地步了。你看，二公主已经成功从一个听众爬到了林姐的群，还爬到了阿姐的麦上，你怎么回事，大公主？啊，这个嫡子之位不是你的吗？怎么回事你？快来！对，大公主，你好好给我反省一下。不是，我们直播间有大公主的呀，有就她名字就是心机大公主，就是我们长公主。哪有大？对，哎，就是我们长公主嘛，大就是长公主嘛，就是我们心机长公主。我们那个长公主跟二公主这两个是一早就把 ID 给霸占了的。长公主，你不要告诉我你又换了 IP 啊？你怎么回事？没换，我刚才看见了。没换是吧？你怎么回事？二公主都已经混到麦上了，关键她还不是混了连麦哦，她混的是腾讯会议哦。你就知道她私底下面去跟小 K 他们勾勾搭搭了，你怎么回事？正常交流没有勾勾搭搭。啊，你们这种叫正常交流啊？什么进了冷宫没有啊？你看我都没有忘记你是不是？我没忘记你，长公主。所以现在就要来质问一下了，你怎么回事？对啊，你要是混一下的话，哪有二公主什么事情？你看现在二公主还能跟小 K 一起支棱了哈。对啊，他们两个一起去找的图。你看二公主现在给我做了多少贡献？我们上次说那个五分钟哦，你看现在我们的腿毛都会自己给我们产粮了。那个莲花，不就是他给的。视频吗？当然图是我们小范给的我们范二，我们那个土印的妹子给的那个地中海的图，对，都是人才。要是这样的话，阿姐，那以后很有可能每次换都是一对一对的吧。我这个我不清楚，说实在的，你说实在的，不是你问我，真不知道这件事，可能是很久以后才会留意到。就是直觉觉得他应该换了。我不是很懂你们哦，我觉得为什么你们有时候拿捏的那种直觉很准，说实在的，你不问我还是真的不会去看，为什么？可能他那个聊天记录就会堆成，
我并不会去特意去看的、啊，嗯，反正就是你去要我去的时候，我也没有说是，我说也有可能不太会换吧，所以那个时候关键是那个时候也在忙，想了想还是去点了一下，也真换了，我从来没有，我感觉我拿捏不住这种，而且我名字是莲花，我就是换了呢，就同步一下，顺便呢再给你找个理由欠声荡悠悠被抬一下。这一举多得，多有意思！否则咱们的生活太沉闷了。又抬我呀，没完了是吧？又抬我。过了今天，过了今天，你有他们的微信不说，你还四处散播他们的头像，天哪，添了卤。又说不信，然后又来舔着脸边骂我，又来了什么的？他妈的，偷偷在那保存，偷偷换上自己的微信头像，这种人我更多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看多了这种嘴巴上面骂的，哎呀，怎么不做人啊，什么什么的，你做他家床底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说完了以后啊，边骂边嘟说，怎么不是原图？哎呀，高清图怎么没有？就说二话不说又保存下来的时候，又边骂，哎呀，他真不是人。然后一边在换自己头像，哎呀，换了同款，太懂他们了，同款呢？对，同款。然后一发上去了以后就尴尬了，哎，你怎么也有啊？哎，你怎么也有啊？对，这就心照不宣，该骂还是骂是吧？头像该换还是得换。而且作为梦女，她不能换正主的，她得换她 CP 的，得换你妈的。对，懂没？蘑菇换我妈同款，现在还在问头像换我爸同款，现在还在问我头像给我看看，这种东西的，就这种就是要插出去的，特别像电子烟，就是电子纪念，你真的要经常要插出去的，真是。上阿姐的动态里看去，我播不播动态我都会说。我来不来，迟到不迟到，我动态都会说，然后动态都不看，老问啊，姐你又突袭，我打死你们！什么？嗯，对啊，我到时候我看看谁用他们的头像。现在群里面应该已经出现了一些了。不要到时候我一进群以后都一堆这个样子，就是。对，大家记住啊，换了头像以后喊白老师啊，别喊阿姐。你们这逼，你这是逼我不让我看群的，你们这帮人。对啊，真的会有应激反应的，就是我看小 K 跟五分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还要盯着头像看是谁在说话。对，真的有毒。就是用这个银杏的头像的人就别用标点符号，说话的时候慢条斯理。嗯，控制住自己，一定要不要打标点符号，而且三个以上。我突然间觉得，就是我匆匆忙忙回来了，赶回来直播干什么呢？是不是？干什么呢？你们不觉得这个斗阿姐里磕 CP 好玩吗？我的乐趣啊，这是。对呀、啊，我正在反省哦，我急赶慢赶的回来直播干什么呢？怎么的？啊、我不放了，今天不放你的歌了。今天我觉得好玩的已经都经历完。你又想来？不能那样，这总放就没意思了。太讨厌了，这个人真的想揍他。但你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不喜不悲。不是一纸田宫，你还写上诗了呀？你老板，你还写上诗了呀？怎么办呢？我正在跟五分钟在想着我们直播间的老板要怎么对待，要有什么待遇，然后想了想好像真的没啥待遇，有啥待遇啊？哦，怎么办？在我们直播怎么办呢？在我们直播间这里做老板好像一点地位都没有，这有时候还要被指控什么？咱家仓央嘉措的，你们主页上看没看到一个胖胖的橘子皮在那拿着一个茶缸子晒太阳的照片，那个茶缸子上还写着一个缸，就是水缸的缸。我就把这个发给饺子，我说饺子你看这个你喜欢吧，特别像你吧。哎呀，饺子就特别特别喜欢。我等了半天，我等他换，他说他就没换。我说你怎么不换呢？饺子说，姐，我换了的话我客户就找不着我了，我不能换头像。啊、哦、这什么东西，这啥呀？完美。我还又捐了一个这么贵的东西，什么？老板又捐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不看不懂。我瞄一眼，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啊？
阿姐不是姓黄吗？不是，我哪来的姓黄啊？谢谢老板。哎，不是老板，你知道你今天晚上，老板，你知道你今天晚上这么一冲，阿 B 他这里有个开播任务哦。这是本来他们给我刷那个玫瑰花，说了700多朵，他要求900个电池，就是900朵嘛，哦，900个电池，他给我10块钱。给我10块钱，我本来就是没有，你们别刷花花，别说花了哈，我第二第三天来的时候你再给我刷，你别现在别刷了，别刷哈，我已经完成任务了，给我珍惜一点，给我珍惜一点。后面我就想着，我说还有200多朵，应该我说那就算了哦，就是这种事情。然后突然间就是我们老板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就完成任务，就提醒我任务完成了。你刚才你送的那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会有这么多值这么多电池啊？啊？一直监控，老板，你看送的是什么啊？怎么一下子就小蛋糕吗？哦，是一个娃娃。是一个娃娃，是什么东西？等一下我拉上去看看，我拉上去看看，还挺贵的，挺靠谱的。你们别送了，先别送花了，给我留着好不好？给我留着。特权，不是他给我送的特权里的280电池的那个爱之魔力，好像是。花式夸夸这里也有个东西，什么东西？哦，对，叫花式夸夸。花式夸夸，330个电池，哇，哦！那个老板，你三思一下好不好？你三思一下，我就说嘛，我就说还差很多才完成任务，我感觉大家的花应该都差不多了，你一丢一个任务完成了，老板你想要什么待遇啊？我也爱你啊，你想要什么待遇？怎么办？我们在直播间这里，老板都没啥待遇的。让阿杰给你唱个歌吧，开麦。上次有唱过了，他们都说就是要不还是老板还是没什么地位，算了。对啊，唱那个10年就是没有一句在调上的，我也不想这样子了。我明明也会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也会的呀。不知道为什么跟陈奕迅唱的时候没有一句词，没有一个字在调上的，我也不想这样子了。他说他在你这是最节约的，这话里信息量太大。这老板。老板，你去别人那里不是白嫖，在我这里是节约的。那你还是没地位吧？还是这样子没地位？我的天！你意思是说你去别人那里，要么就是舰长，要么就是提督什么之类的。刷刷上去了以后，要么就来一个那个什么摩天大轮那种吗？刷刷就来一个那个摩天轮这种吗？你，然后我这边来以后，来一个花式夸夸以后，就是。我觉得阿姐你有必要做个背调，万一咱家老板是绑着自己爸妈的那个卡，就是给你刷火箭，然后最后被告你这出名。对啊，我不是，我跟你们说一下，我说一下怎么计算那个收入，你们就知道啊。阿姐，你们送东西给阿姐的话，阿姐的是多少的？我看了一下那个主播收益那里啊，是。就一朵花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电池，一个电池是1块钱还是1毛钱来的？1毛钱哦，是1毛吧，宝贝们，就是那一个电池是1毛钱吗？还是1分钱啊？收到有4块4的时候，我好像40多朵花，那就是1毛，对，是1毛吗？不是，你那个肯定没算完，你知道吗？他不可能全给你的，就是他1毛钱呐，他要给税。给税的话是 0.5， 我去看了他后面的那个计算方式， 0.5， 对， 0.5 了以后的话，他这个是税后，然后是税后了以后的50%，然后他还分情况，就是如果说是你是安卓系统的，就是50%，就是说就是一朵玫瑰花已经就是一毛钱，我可能就有个三分钱左右，然后三分钱都没到，因为他还要扣点税。然后那个，如果说你是爱手的，只有30%，意思是说扣完0.5下来，可能就是7.5的30%，两分都没有哦，两分都没有啊！你看看你老板跟你说什么，你冷静点儿。
阿姐别逼我现行，你在干什么？我看一下。老板，你是用小号过来的吗？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老板，你现一个，我们看看呗。就是，老板，你现在是打算不捂马甲了吗？老板，你变身需要口令吗？对啊，你现在就是这个钱，你说在我们直播间这里顺少了，意思说去别人直播间那是大手大脚的，但是在我们这里才有老板的地位，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去别人那里刷不过别人？也只有在这里才有地位。而且你仔细想想，怎么办呢？你这房间里面老板有两个呢。咸蛋哦，对啊，咸蛋今天晚上没在啊。小咸蛋今天晚上，我们咸蛋小妖今天晚上没在。哦、那个有人问我讲那个养老账户的事情，还有20分钟就睡觉了，我们礼拜三再讲吧。我今天下午讲课了，嗓子都哑了。没有，我们一会儿就胡聊一会儿。那个，反正左右现在你们姐夫不限我网，跟他说好了以后，他都没限我网了、嗯。但是我们也要自觉一点嘛，哦。但是现在讲婚姻啊，婚姻就是没有几个正常人，但是你找的这个人他不正常，也得跟你是一种人。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懂吗？他疯就是你疯了，他疯的那个步骤要跟你一致啊。懂吗？两个人都得疯，你不能一个人疯，一个人正常。没错，懂吗？没错。那你一个疯一个正常的话，那你永远都是疯的。在高铁上，你们俩的孩子因为踹了人家的凳子，被你们俩被发到网上了。那网上一起歇斯底里的得是你们两口子，不能是你一个人在那歇斯底里，你老公在旁边不说话。懂了吗？懂吗？对，就是这么回事。对。懂啊，疯要两个人一起疯，千万不要一个正常一个疯。那这样子的话，他永远那你都是疯子。那已经在这种经常性基础情况下面的话，他是俯视你的，他是俯视你的话、他那一说白了就是没把你当回事。千万别为了你很向往的婚姻，找一个你认为很了不起的人，为了他去勉强自己。No, 懂吗？哦，我跟五分钟是，哎，我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两个，这是真的没有男人，咱俩可以一起过了。这 CP 必须跟你吵了。这我们俩怎么回事？嗯，你看以前的时候没跟这个女人以前也没多熟的时候。对啊，也没觉得怎么，你看，我跟你讲，我们现在我们这些话题从来没有说是有编排或是干嘛的，就感觉就是，哎，我三言两语，你就马上能 get 到，你三言一两语，我立马又能 get 到哦，不管是事业上面还是生活上面，怎么能这么同步呢？甚至是床上面都可以很有共鸣啊。怎么能这么同步啊？这有时候很好笑，真的什么？羡慕猫猫会找老公，那你怎么会是不羡慕你爸会找老婆呢？都一样啊。刚才我就想说，咱们每个人，咱们这里面的人都为了张哲瀚和龚俊的爱情而感动。我来说句泼冷水的话，就是因为我没有8月13号这件事儿，谁知道这件事儿最后会变成什么呀？那圈子这么现实，然后如果两个人一直烈火烹油的就这么火下去，什么事儿都没出，然后就一直到现在，你们觉得真的就变成现在这种情比金坚吗？这世界上所有的事儿都是有条件的，我见的，我觉得如果说是怎么说呢，我虽然我同意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热恋期比任何人都长哦，任何人都长，但是他这个热恋期得建立在一些事情上面，对，被激化了，对，如果说是一直这么一帆风顺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你妈可能甚至一直到我不说分不分的这个问题吧，哦，我就说他们两个可能相处到白头吧，哦，我觉得可能他们到白头的时候，你阿妈可能还没有办法说是体会到你阿爸骨子里面，对，就是，哎，对，你看这个女人就能把我的话又翻译成人话，对吧？就是这，对，对，就是她是没有。就是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人一直爱我，但是没有能让他感觉到这个人爱我如他命，还没能感觉到那种内核。但是他发生一些事情了以后，你会发现他就是他这个人的处理一个事情的一个事情的成熟度，
还有安抚的这个程度，还有能做到的任何这种地步啊，都是在告，都在很多事情，他哪怕都不说，懂吗？他哪怕都不说，然后他也能给你一种就是你不用担心，然后我会陪着你，就是无论他事情是怎么样，哪怕是真的不太好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已经就是再给自己往后就是为自己后路。说真的哦，我也不怕你们怕你们说我什么的。其实前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开始直播的时候，我一直有一种就是你爸就是想赚一笔就要跑路的那种。真的真不是我真不是我让你们 emo， 真不让我 emo， 就是你妈这件事情还没有一个转折点呢、啊。还没有一个转折点的时候，之前的时候知道这件事情它是会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但是它并不一定会有结果，知道吗？它并不是有会有这个结果，而且这种感觉并不需要我说，你知道，并不需要我说，就是有没有你们自己清楚，懂吗？你们有没有你们自己清楚？他经常给我有种就是我赶紧干这笔，干完这笔以后我就跑，对，干完非常强烈的那种感觉，就是、对，非常强烈，就是。我赶紧赚，我多赚一点，我赚完这笔的话，赚了这笔是这笔，哪怕我下笔我没了，也就是我把这笔赚了，那就是赚到了，就是这种，就是你没有办法在那段时间看到他为以后的打算，懂吗？你没有在那段时间，你是没有办法看到他像现在这样子对以后的事情就是规划的井井有条的那种啊，不为营的感觉，没有爹味儿，对，一直为了咱。没有，他之前的时候是真没有那种的，就是那种啊，我捞完一笔是一笔，捞完一笔是一笔。我经常那时候真正也跟我说，就说怎么感觉这个人就是好像，这好好捞一笔，然后回去跟他老婆开串串的，开串串店，就是那种，就是赚完的这个钱，就是可能他们一辈子就不大手大脚的那种，可以好两个人好好过一辈子的那种。嗯、其实现在其实他们已经有这个条件了，知道吗？已经有这个条件，就是不乱花。嗯，不乱花那个大手大脚花，他们两个也可以就是一辈子的，因为就是说实在的，他们一个固定资产那种类型的，还有一些就是自己经营的一些事情，还有有钱，你妈自己这边也经营一点事情，就算你爸不干这一行，真回去开串串店了，也能过得很好的那种。所以那个时候经常我会有一种说，哇靠，这个人是不是要跑路的那一种，懂吗？嗯，所以你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你们一会儿又说，哎呀阿姐，你现在大半夜的，你又搞得我们emo了，搞得我们emo了，就是，但是你事实上以前他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你们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有一个转折点，还有好多事情他都能推得很快类型，以后好像就是曙光就在前面的那种感觉类型，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态度立马就转了。他态度立马就转，你是很明显感觉到一个很割裂点的，是不是？你是那种割裂感有没有？就是你怎么感觉好像之前的时候蛮摆烂的，怎么现在就，有在好好规划自己的事情，有在好好挑这个东西，有好好在经营这些东西了，好有好好的在经营这些东西了，然后你能感觉到他好像为了三年五年后甚至十年后慢慢的在规划一些事情，在进步啊，还有在斟酌一些事情上面，你会发现他是有规划了的，有规划了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这一种感觉。你说你看五分钟说完了，他们就说，哎，没有 emo 了，过去那么久了还 emo 什么？就拉回来在各位宝贝们身上吧，就是我刚才想表达的是，这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那他啥时候摆啥时候摆了，哎，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就算了吧。这话别展开说了，一会儿姐夫又说咱这蹬鼻子上脸了。这不是蹬鼻子上脸，我是说为什么我刚才那番话会变成了他摆烂的那种呢？他摆什么烂呢、啊？他们那个时候忙着赚钱呢、啊，那时候那个状态还叫摆烂呢、啊就是？我都没他那么直愣、是吧？回到你们身上啊，透过他们这个事儿呢，咱们是可以看出来的，就是
情比金坚，也需要一些事情去激化。对，那咱们也最好别期待自己生命里面出现这么大的变动荡。这两天有个新闻，就那个粉头发的女孩子在1月23号自杀了，你们看到了吧？一个考上教师编的一个研究生，非常棒的孩子，他只是为了分享了一张照片，最后被活活网暴，最后就不活了。总是拦在头里，我什么拦在头里什么意思？什么啥意思？什么叫拦在头里？啊，我说了，你们要是实在是听不明白，那也就算了。不是，他是觉得啊，我有时候跟弹幕的人有分歧类型的，你总是会说是转移一下话题啊，然后就是帮我们转开嘛，什么类似嘛，转移话题或是什么之类的嘛。我就说了，我刚才说的话，那你就说，那五分钟这边不接这个话题，那我就问了，我刚才我那番话到底哪一句说你懂吗？就到底哪句有意义吗？对，有意义吗？或者说现在上麦来跟阿姐论一下。他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而且我那个时候我说的时候真的很努力在赚钱，哪里摆烂了呀？为什么会摆烂这个词会用在工具身上呢？他哪怕是他最后一份工作，他这个人很敬业的，好不好？懂吗？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我这点是要很尊重的。我不是这样，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啊，我先道个歉，就是我急脾气，我就是觉得这个对话呢，他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因为阿姐不是那个意思。对啊。然后我把他转一下，咱们直播本来这个时间就有限，我想尽可能让就是大家聊的东西有点内容。哎，不管了，听不懂听不明白就算了，我想听那个粉红女孩子那个怎么回事。粉红女孩她怎么回事啊？就按道理都这个样子。爷爷看病拿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去，她染了一头非常漂亮的樱花粉，后来因为这个头发再加上她的学历，她就被网暴了。她为了自己的名声，她奋斗了半年，然后她得了抑郁症，她求助她的朋友，然后向他的朋友保证，我自己尽可能的好好活下去，在今年的1月23号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说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生命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极端的情况，你知道的那就是你闯过难关了，如果你不知道那就是老天收，就是饶你一命。但是谁能保证自己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能毫发无伤的走过去呢？不是，我问到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句话是挺有道理的，就是感觉在这个孩子身上也对的，就是你人的一生啊，哦，你是没有办法估算他下一硕士，对对，你是没有办法估算一下你下，因为你自己想想看，他有一句话是说的对的，其实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你连明天的事情他都一定有变化，更何况说是以后。但是所以的话，我就觉得人的一生是蛮漫长的，你就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是孤独的，知道啊？在就是人生的人漫漫长路，你是孤独的。但是你做好孤独的一个准备以后的话，你要做好，有可能你就这么平淡的，也有可能会有出现惊喜给你。但是你应该是先保住就是那份平淡的心，然后接受这就是突然而至的惊喜。所以我是觉得俊俊跟泽汉就是这种情况，知道吗？就是两个之前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想过说是遇到彼此，就是遇到彼此以后还会有一些事情，因为有一些事情它一旦发生会激化很多一些事情。所以我现在很难想象说他们两个就说就是我总你知道，我就是有能看到一种他们十年后可能也会，就是看到能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十年后也会这么好那种，甚至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白发苍苍的时候感情还是会这么好的，那种前景，就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你是能预见他的这个以后的事情的。但是如果说你的人生还是在处于一个平淡的一个阶段的话，如果说是可以，我还是希望你别经历这些事情的，还是平淡点的好，因为这些事情冲击实在是不是常人所能忍，知道吗？所以如果没有龚俊，对他张哲瀚会是什么样？对他不一定，你知道吗？真遇到这些事情，
对，你真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并不一定有另外一个龚俊这种人，你知道吗？所以话我宁愿你是平淡一点，我也不要你遇到这种事。对，遇到这种事，阿姐就说的就是我想表达的，懂吗？还是平淡点的好。还有就是我真的很想说，其实我觉得女孩子，你哪怕是你染个绿色的头发，只要你喜欢，我都觉得你是最漂亮的，懂吗？你只要你喜欢，你染个荧光色，你套个内裤在头上，我都觉得你最漂亮的。你真的不要这个，对，前生已注定。刚才说我挡着的也是你吧？没有龚俊，卓翰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哎，把那个疯了，很烦的这些人，就是饺子，你把那个是什么前生已注定这种给禁言了，我真的很讨厌，我就很讨厌这种就是思路 get 不上的，然后老是在那刚刚刚的，真的是。不是你说你听不懂，说俊俊陪哲翰的时候，哎，又说哎哲翰是大男子汉，我们什么时候说哲翰不是大男子汉了？是不是？我只是说他这两个人他碰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化学反应，说的是这个化学反应，然后你再一直在争论他们的性别，是不是？我跟五分钟说他们其中一个人是女孩子的吗？是不是？女孩子就不能硬气了吗？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说这种话类型的时候，总有一种性别歧视，你知道吗？哎，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话从就是一句很正常的话从他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总是会有隐隐有一种鄙视女孩子的那种感觉，我不明白为什么。疯了疯了，就不要在这里说话，很烦。我说错了，哎呀，我说错什么了？我直接进了，我自己进了。我说错什么了？哎呀，不用让他说话了，真的烦了。哎呦，等一下啊，我直接拉黑他。真的是，你懂吗？就是你 get 不到我们两个说话什么意思，然后的话，你就这里就不是不合适你，就非要刚。你也知道我们两个就是也是很认真的人了，看到刚进的时候也忍不住刚你一下的，真的是。你听不懂就算啦，真的是。那现在我们两个正常说话你都听不懂的，你我们到时候讲养老金啊，讲婚前财产这种东西，你更不明白了。啊，行，是吧？行，过翻篇翻篇，翻篇，我已经把这个禁言了，就是，真的是懒得读诵了。就是希望就是有龚俊和张哲瀚在这摆着，我们可以欣赏，但是自己的生活就是平淡如水，是，当然也可以就是风生水起啊，就是说，别去期待，因为极端的事件激发的那种东西，不是所有人都能承受。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细水长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真的，想结婚就结婚，想不结婚就不结婚，自己的所得皆所愿。嗯，我们这种我也挺佩服他的，他算是我们直播间直播这么久，我第一个亲手封的。啊，对，你就知道讨厌到什么地步。哎，翻译过来啊，翻译说人话就是说翻译的人话就是，我们可能就遇不上了，知道吗？也有可能会遇上，但也有可能大概率是遇不上了。所以的话，就要珍惜格外的珍惜这份好。但是你看到这份好的时候的话，你我希望就是你觉得他好，这份爱情好的一个情况下面，你的世界乃至你的精神世界，它都是晴朗，都是带着彩虹的，知道吗？都是带着彩虹的。你这个人他是饱满的，他是一个乐观的，一个是向上的，这种就是对生活是满怀期待的，这就可以了。你并不需要经历他们的事情以后得到这一份感情，其实就是也不一定，知道吧？所以的话就是看着就好，懂吗？因为你们每个人都值得自己最好的，你们都值得，对，你们都值得。但是如果说是可以的话，我还是跟五分钟希望你们一生顺遂，懂吗？说白了就是我跟五分钟真的希望你们一生顺遂，少遇到这么大的挫折。小挫折是可以有的，小挫折是能让你成长的。那这么大的挫折，还是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不要再遇上了。我希望你们能好好的过，好好的开心。开开心心的。我和阿姐之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有共鸣是很无奈的，就是我们还是经历了这个年龄应该经历的那些磨难，生活中的痛苦让我们成长的从来都不是顺遂，
对啊，从来都不是。这职场歧视啊，这种东西，所以我对这种事，他说话阴阳怪气的时候，他很敏感，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一个职场上面的歧视？说实在，你们自己在那个工作也知道，你问五分钟，混到他这个位置，你就多少能体会我这种心酸了。你要知道，爬往高处爬的时候，职场上面，就是我说过了，这世界上你从生理上面，我们女性她本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了。你要尊重这个社会结构、你尊重这个社会结构了以后的话，在这个规则上面争取到你最好的，那这就是对自己的好的办法，而不是自己过的一个穷困潦倒的一个情况下面，还在你张口闭口喊平权，因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知道吗？因为它本身在我们国家来说，男女之间的这个平权问题的话，其实已经算是很好的了。但是你从社会结构还有一个生理结构，是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处于一个弱势群体，那你就说啊，那我们女生就应该认吗？就是因为不认，所以我们就要遵守你在这个生存规则的情况下面能得到你在这个规则里面争取最大利益化，那你就是成功了，知道吗？你是成功了。你们是真的没有，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是所有的高企的管理人员，混到管理人员的30%女性都没有，30%的女性都没有。你要知道，在这一帮男人里面，你要在这个高企里面，女生要熬出头，冲出进来，你知道有多难吗？对吗？你懂吗？你知道有多难吗？很难的。所以所以我跟五分钟其实也很希望，就是我们3000块钱有3000块钱的快乐。4000块钱有4000快乐，5000块钱有5000块钱的水准，6000块钱有6000块钱的潇洒，懂吗？他1万块钱，他有1万块钱的责任，懂吗？他有1万块钱的责任，你到2万块钱了以后，你有2万块钱的负担，他是这样子的。你在每一个阶段，你现在在处于每一个阶段的以后的话，就珍惜好每一个阶段的时候，不要遇到太多的困难。我更多的是希望你们不要遇上这些，因为真的很痛苦，懂不？真的，你可以过去以后可以去看，因为最近有点比较有热度的，就是那个上野千鹤子的那个视频嘛，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有一个，是有一个日本的一个专门研究就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学者，是个女学者，叫上野千鹤子，然后她写过好多就是关于女性主义的一些书嘛，然后正好是有一个是北大三个女生就是采访她和她对话的一个视频，但是呢，我个人是理解就是那两个就是怎么说呢，北大的那三位呢水平和上野根本就不是在一个层次上面，你知道吗？阅历这块嘛， 是吧阅历跟上野还是这样的，是吧？就是说话阅历跟一个通透性。我有看过他写的书嘛，就是他之前写的那个女性主义的几本书，我是对他的有一些观点我是能赞同的，因为他讲的一些就是观点算是属于是比较前卫的，因为你在这样一个社会下面，因为他在日本嘛，日本社会和中国社会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不是 K，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上野老师，我觉得生活在日本，你觉得是一件幸事，觉得是一件幸事，又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因为他的观点在日本永远不会，就是不会被采纳。但是他还是，他怎么说？他作为一个日本女性，就是他还是带有那个日本那边的那种思想，他还是在的。但是他可以把这个思想和他现在的思想就是完全就是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啊，也是可以看一下。而且北大那个视频，我是真的觉得北大那三个女孩子真的阅历不行，完全不，真的不够，阅历不行，跟她聊不了。晚安，晚安，晚安，你去睡觉的就先去睡觉啊。真的是阅历不够，她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人家上野老师到底是为什么会。如果说是你们想比较理解那个上野老师，如果说是我真心诚意是觉得这些人，如果说你去采访人家，你就必须要去了解日本
这个国家的一个国情，他的那个男性生活跟女性生活跟男女的生活，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些清楚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上野老师他的一个背景，他的背景，然后你才能知道怎么跟他说话，然后怎么能深入的了解这些课题类型的。如果说你在这些东西你都不了解的一个情况下，你就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你会显得你这个人很肤浅，你知道吗？很肤浅。你看我都没有看过呢，我就立马就知道他们这三个肯定出现什么问题，你发现没有？就是在一个比较，就是你跟人家采访的时候，你不要用俯视的视角来，你这样子是你做不了深度的，懂吗？俯视的视角来做采访是做不了深度的。哎，你们应该都了解日本国这边的一个男女情况 ，KKO 应该多少他们都，你们应该都明白一点吧。日本的男人真的不加班的话，就真的会被视为废物的，那是。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班可加，那没有地方去啊。你在日本的话，男人准时下班会被说是窝囊废的，不仅是别人说闲话，自己家妹也会有点什么嫌弃什么之类的。所以那不加班的这个情况下，怎么只能去哪里啊？红灯区咯，只能去红灯区咯。那红灯区都在那里交公粮了，家里面的公粮收不了，有个情况下面就是收入也不在一个水准的上面，然后本来那边的女性结婚了以后的话，更多的都是那个只要结婚了以后不出意外全部都要回归家庭，就是做家庭妇女，伺候全家老少，就一家三口是那种就靠一个男人的生活，那不够的一个情况下面，然后男的又不怎么回来，一个公粮都交到外面的一个情况下面，那就是人妻的这种话题又不是，懂吗？人妻的话题又不是什么，但是现在日本的一个情况，日本的一个年轻人情况其实会比老龄化的这个情况，一个情况更恐怖。为什么？因为现在日本的好多男生就是不想结婚呐、啊，就宁愿沉迷二次元都不愿意结婚。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没有生活，没有盼头，所以也有就是啃老的那种情况很多，啃老的那种情况很多，然后也没有感觉也没什么出路，然后又觉得女性的一个挑剔的东西太多，然后又觉得负担不起一个家庭。然后负担不起一个家庭类型，然后他们就会逃避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宁愿是喜欢二次元都不会愿意喜欢真的女人。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真的很畸形。韩国那边啊都差不多吧，我觉得日本跟韩国就是不要50步笑100步的。真的日韩都差不多。K 他们 K 我问你啊，那三个北大的去采访人家那个是不是在国外平台也有，所以就丢人丢到国外去了啊 ？KK 啊，人跑了吗？我是说，对，他跑了呀、啊。我是说，是不是那个什么三个北大的采访那个上野老师的那个事情，是不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耶，他跑了。我靠，这个女人说上来说句话就狗了。就够了，走吧，下吧，1129了。对啊，我还有两分钟，我就下了。哎呀，哎，但是你不能说不，你不能就是他那边的人很烂了以后，哇，你觉得中国的一对比会觉得好很多的一个情况下，哎呀，你明明就可以选择更好的，你不要就是那种烂货里面比烂货，然后就在垃圾堆里面找啊，是吧？对。懂吗？你不能说，哎呀，这样子对比我们中国的男人好很多。那你找中国的男人，你就中国的男人跟中国的男人比嘛，是不是？嗯哼。1129，卡点儿，卡点，对。嗯，今天聊的挺开心的。对啊，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嗯，我又在精神上跟阿姐滚了个床单。嗯，得亏我戴耳塞，跟你说。对，你这个人一天到晚在挑衅我老公。今天没有提鸡，也没有提蛋，怎么了？
怎么？我觉得我今天表现超好的。不，利莫西他说都很烂、嗯、，no， 不是不是都那么烂的，好不好？就是善于发现，好不好？你只是觉得善于发现，宝贝们，保持好的心态，善于发现不合适自己的，就是抽身离开就可以了。对啊，永远对，永远对他这个生活就是自己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的话。遇不遇得见了，好像这个也不是什么比较什么重要的事情了，嗯，是吧？嗯，是吧？我觉得保持好这个心态的时候，遇得见那就是一份惊喜，遇不见好像也没有多大损失，就是这样子，开心最重要。嗯，准备走了，三十了，爱你们，么么哒，爱你们，嗯，周三见。我们今天晚上没开车，不知道这个直播回放能不能过，我一会儿试试看。试试呗，嗯，哎呀，拜拜。拜，嗯，爱你们，嗯啊，我们周三见，周三我们5分钟主场，嗯啊。